在韩国机场，王嘉尔质问中国私生饭，发我地址出去的是不是你？私生饭真的是饭圈最让人讨厌的存在，肖战每一天都要被私生饭骚扰。王嘉尔不仅被私生饭公开家庭地址，还公开他的航班资讯。王嘉尔之前深受私生饭困扰，2016年，王嘉尔在去机场的路上时，有疯狂的私生粉跟着黄牛追车，导致车子追尾急刹车，王嘉尔腰部受伤。今年又有私生饭将王嘉尔的家庭住址和航班信息曝光到网上，王嘉尔社交平台上多次表明的爱国决心让他被很多人盯上了。最近的私生饭真的是越来越猖狂了，想到肖战因为私生饭私自将他的航班直机取消，导致无法正常登机，滞留在机场直到深夜，私生饭公开了王嘉尔香港和韩国地址，使他备受困扰。